问一下刘源，请说。你想不想找白富美？说实话。我想，我很想找白富美。为什么呢？你先说为什么想找白富美。因为他们洋气，他们看起来就是在边上有面子。你有面子了，他得多没面子啊！对，但是他连里子都没了。你什么样的女生是你心目当中的白富美？我心中的白富美其实是分等级的，然后 A 等级她像范冰冰这样的 ，B 等级就可能是她们这样的 ，C 等级，哇，你完了，你完了，你要下岗了，你打击一片，完了，你的名字要被他们刻在石头上了，我跟你说，金箍棒，还有 C 等级的，还 C 等级 ，C 等级就是我们栏目组的那些女的，你真的死定了，转过去，你太过分了吧你。活该，写自己名字吧你。你梦想白富美对你自己做什么？这个可以说吗？可以啊，可以说。来，我觉得白富美做我女朋友这是不可能的。但是他们可以对我面对我微笑，我就会很开心。但是从远及近的这样啪啪，还啪啪小沈阳啊。那你知道他在笑什么吗？哎，跑过来一看，哎，这种东西平常都见不到。对啊，然后一笑，这是哪儿放出来的呀？我以前只觉得他很宅而已，我不知道他屌丝的这么严重。哎，韩哥，要不让他感受一下吧？再怎么说也是一个愿望。来，是吗？对，我可以吗？你先站，你别动吧。你站好了。你选谁啊？我可以挑一个吗？你还要挑一个？你是这样，你请一位。你得好好挑，因为你刚刚已经说我们是 B 级的了。啊，当心把我们 B 级了，我跟你说。就是的，出来不是。你去找 A 级的去吧。就是，你当心我们过来不是啪啪啪冲你一下，我们啪啪啪甩你一下。就是。啊，我挑这位短头发的嘉宾。韩哥，我那边一棍把他穿过去。可以。我把他拿去烧烤了，我。婷婷，走一个吧，小伙子，我给你撑腰。从去遛弯爬哈子，跑过去都摔他一下。你们俩，你们这是要打仗吗 ？A 级还是 B 级啊 ？A。那你刚刚为什么是要我说我们是 B 级的呀？因为我没有正眼看你。现在看清楚了吗？看清楚啊。那现在是 A 还是 B 啊 ？A。那我姐姐呢？都是 A。那我七姐呢？也是 A。来，把这个收到耳朵里去。插到耳朵里面，直接叫一个字大。什么感觉？什么感觉？说真心话，真心话，真心话，好漂亮。就是太凶了，就是他离我很远的时候我不敢看他，他离我近的时候我害羞看他，很好，气场很强。我当年也就是这样啊、哦，你当年也是不敢看，当年是盯着看，我告诉你，对，浩明、耀文，你们两位如果将来的女儿长大了 ，A 级，绝对 A 级的，绝对 A 加 S 级了，你们愿不愿意将来的女儿找一个男屌丝？男屌丝吗？如果有一天女儿。对，我知道。带我回家，啊？没有，我觉得最重要是，这除了要让我的女儿天天有喜之外呢，我觉得她的做人的态度呢，也要天天向上才行。哎，对，有喜天天向上，这个好，对，这样就可以了。你的女儿长大之后，我女儿我也选她，叫她选一个屌丝韩，屌丝韩，屌丝韩，必须要像你这样很有内涵的，有内涵，屌丝韩，一下你的辈分就上去了，是，哎。一下子就被他占了辈分，像你一样的吧？像我一样，他女儿找个像我。对。哎，我们问一下欧弟，你如果有个女儿，那只能找屌丝了，不要问了啊。对啊，我本身就是屌丝中的战斗机了，我还问。对，如果你有个女儿，长大之后特别出人意料的很高，一女几乎是不太可能。出人意料嘛，基因突变，对，很高，对，很漂亮，皮肤也出人意料的很白，你觉得很奇怪吗？对，是邻居家的孩子，反正还变白富美了。对。你会不会愿意让他找个屌丝男？绝对可以，没经历过屌丝就不会成为高富。说得好，你现在是有女儿的。对，我希望找个屌丝男，为什么？因为我觉得高富帅吧，因为他有资本了，不会把就是我的女儿当成掌上明珠。把他当成掌上明珠。对，掌上明珠。峰哥，你将来呢？我觉得可以，你将来也可以找个屌丝男。我女儿。哦，你女儿。我觉得应该。让他找一个像我这样，性格啊，脾气啊，哎，你太自恋了吧？那个女儿应该特别不幸福啊。幸福？怎么一说到你们家的事儿，都这种音乐来了？哥是哪能啊？别闹了，这个应该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。
我们今天特别高兴啊，把天天有喜剧组请到了天天向上，是感谢这些演员啊，为我们湖南卫视送上这么好的剧，现在收视率天天第一名，对，每天都是厉害啊，真的特别棒，我们再次用掌声感谢他们的到来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宋代有一位学者叫郑樵，平生喜欢读书和藏书，当时当官的都在忙着买地建房，为的是子孙安乐，唯独郑樵不以为然，他爱护孩子的观念和方法是有了余钱就买书，每天都领着孩子钻在书摊里去阅读。他的妻子叹息，你只买书，田地房产一点都没有，将来孩子可怎么办呀？郑樵回答说，你不用担心，我留给子孙这么多的书，这就是最好的家产。这就是郑樵留书的故事。难怪爸爸给我买这么多书，看来是不想给我买房子。谢谢师父给阿毛讲故事。爱幼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，古人爱幼育子有很多讲究，其中就有妻不责。古人育子妻不责，对众不责，大庭广众之下不要责怪孩子，在众人面前要给孩子以尊严。孩子不责，小朋友已经对此的行为感到惭愧后悔了，大人就不要责怪小孩子啦。爸爸你别怪妈得罪你的花瓶了。入夜不责，晚上睡觉前不要责怪孩子，此时责备他，孩子带着沮丧失落的情绪上床，要么夜不成寐，要么噩梦连连。饮食不责，吃饭的时候不要责怪孩子，这个时候责怪孩子很容易导致孩子脾胃虚弱。爸爸妈妈你让阿妈吃饱饭再说了。欢庆不责，孩子特别高兴的时候不要责备，人在高兴时经脉处于畅通的状态，如果忽然被责备，经脉就会一秒钟憋住，身体受损。唯有不责，孩子哭的时候不要责备他。爸爸妈妈我已经在哭了，别骂我了。疾病不责，孩子生病的时候不要责备他，生病是人体最脆弱的时候，孩子更需要父母的关爱和温暖，这比任何药物都有疗效。谢谢师父的及时雨，有了这岂不责，阿毛从此就会过上幸福的生活。愿天下父母尽知，与其批评孩子，不如做个榜样。师父，这是我爸给我买的新书。葫芦兄弟，这是我最爱看的书啊。葫芦娃呀葫芦娃，一个藤上七朵花，风吹雨打都不怕，啦啦啦啦啦。不得了，爸爸又给我买了好多书啊。爸爸你给我买了这么多书，再不买房子就装不下了。让我们掌声有请不畏炎热炙手可热的天天兄弟。我就是爱音乐，别叫我停下来，我就是爱唱歌，呼吸打着节拍。你是大鹏展翅，特别高兴啊，看见现场那么多观众啊，哈，拿着照相机拍我们，是，把我们都拍得跟什么似的，就跟那个观众朋友去了动物园一样。讨厌啊！我今天生气了，为什么？现场居然有观众拿着我和他抱在一块的照片。小芝好，小芝，乐乐小芝，对对，嫂子入目。最近天气特别热，你看我们现场好多朋友都拿着扇子挥舞一下，哇，哇，好漂亮，好漂亮，哎，好，可以做扇子波浪，来，从这边开始，预备 ，Go！ 来这边回来，回来。话你们的扇子比我们的强太多了。最近好多人呢都是在这个寝室里面冲浪，你看，哎呦，有的人在寝室里面用那个矿泉水瓶，对，做水床，哇，好凉哦。夏天到了，我都会想去海边干什么？有一首歌是这样唱：如果大海能够带走我的哀愁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也可以带走我的矮跟丑。
现在大家都知道啊，在很多大学校园里面，是寝室是没有装空调的，没有空调。但是呢，他们依然快乐的学习着，快热的学习，快热快热的学习。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请到来自四大火炉的名校的同学们，有请。大家好，我们来自火炉南京。南京理工大学，哎呦那有啊！我心要一滴血，我们来自火炉武汉华中师范大学。鹤立西南，学行天下，我们来自西南大学。鹤立重庆，向前。学校来的时候都有一句当地特别有意思的话，比如说哎呦辣油啊，哎呦辣油啊，就是你还要辣油吗？周杰伦应该是南京人吧？为什么呢？哎呦辣油喽！我们首先欢迎南京理工大学的同学们，欢迎。干嘛踩高跷？换一下，换一下，你们到那个如果大海能够带走的那个旁边去。青青是南京校花比赛的冠军，而且他的照片被印在了学校的录取通知书上面，他等于是南京理工大学的防伪标志，活字招牌。当你的照片被贴在这个录取通知书上的时候，你自己什么感觉？特别的开心咯。你是不是平常喜欢搞运动啊？特别喜欢运动，然后喜欢出汗的。喜欢什么运动？什么运动？猜一下。这么高已经打篮球了？哎，对，你猜对了，对不对？像我也是，我也是校队。校队啊。就是我一出场，别的学校就笑了。我还是要特别真诚的，通过我们这个节目还说一下，怎么样？欧弟当年真的是篮球队的，他当时特别擅长的是胯下过人。胯下过人。连球带人。防他的人一般都腰间盘突出。没错。对。除了篮球之外，你还喜欢什么？跆拳道。哎呀，哎呀，怎么是跟我那么这么凑巧？你是什么带？黑带算。欧弟厉害，他是沙带。我还有肌肉。我也有。他有鸭肉。哎哎哎哎，不至于。看肌肉。来吧来吧。我真的有。拿一盘是吧？来一盘，对不对？真的有哎。可以可以。哎呦，真有哎。应观众要求我也来一点。肌肉啊。看这个肤色，看这个肌肉，应该是烤鸡。这个没了，这个真是不错，又喜欢篮球，又喜欢跆拳道，运动型的姑娘，气质很好，而且成绩也不错，最主要是脸长得很文静，但是呢，颈部一下很爱运动，颈部，你想说颈部一下很爷们儿是吗？介绍完青青之后，我们给大家介绍梁潇，梁潇这名字，潇潇，共度梁潇，有首歌就唱他的吗？对，难忘梁潇，难忘梁潇，今宵吧，对对，差不多差不多，见到女嘉宾拍拍马屁是我们这个节目的一个大特点，是，你介绍一下你自己在学校里，我要离你近点吗？来把那照片。举起来给我辟邪，把照片拿过来，对，好，来给我举着，给我举着，跪下。我们天天兄弟啊，就是属于那种特别硬骨气的，对，尊重我们属于是在哪里跌倒就在哪里躺下的人，是吧？梁潇学校也是非常有名气的人，社会上有口碑，国外也有声誉，学校大小活动的这个开场舞的专业，真的假的？给段音乐，梁潇，对，来一个，走一个，掌声鼓励，走一个，梁潇。Yeah.
哇，太热辣了！他们跳完之后发现真的有才华。对啊，对啊，筋开腰软的，你看那个动作，哇一下，好厉害！而且发现女孩子穿高跟鞋好明显哦。对呀，啊，是吧？你们这样子，你们这样可爱多了，真的。听说好像是提前一年被五所大学全奖录取，是哪五所大学？芝加哥、波士顿、乔治华盛顿，还有夏威夷和夏威夷太平洋大学。多的国外，这你都听出来了？你开什么玩笑？咱这智商，这地理你要问了问了。对啊，他而且是在这个泛太平洋冰壶球世锦赛上的总翻译。有真正其实想做的也不是翻译，就是想干嘛去？当明星。我悠悠的在后面添到两个字，什么？你说当明星后面谐星。我们长沙的大学生好测的啊，小谢说的，都是你教的，教坏了，教坏了啊！介绍完这两位之后，我们介绍这一对，十指相扣，哎呦，一定有漏，哎呦，如果手是这样普通牵手的话，那肯定还不是很深的关系。对，十指相扣的话，那就表示一定是对兄妹。嗯，男孩子胆大，说他是你的什么人？我的女朋友。你女朋友挺高的，你她还没穿高跟鞋呢。对，介不介意？其实不是很介意，就是她介意。你们这么热的天牵手，你不是牵出一手汗吗？擦一擦，然后再继续。多么让人感动的一对情侣啊！就是都往自己身上擦。在一起交往的时候，会不会因为天气特别热，容易烦躁，两个人容易吵架这样？因为我是学设计的，她是学数学的，有时候会。很木讷，这两个人斗起来没完没了。怎么？一个是设计人嘛，对，一个算计人嘛，对呀、啊，一个数学，一个设计。啊、其实学数学应该也不会热吧？为什么呢？因为有函数嘛。地球上有你才不会热，函数。现在你们学校寝室里面有不有空调？没有。热起来怎么办，小邓？去那个凉水房，然后冲凉。一天要冲几个澡？亲戚要七八次呢，每天就。你们有功夫上学吗？每天出去冲完澡以后。跳出去。哎，舒服。哎，太热了。马云曾经说过这样的一句话：哪里有抱怨，哪里就有商机。比如说，好像帮人去打饭，天气太热了嘛，对不对？帮人去拿快递，一块钱一次。哎呦，真的赚翻了。有空调的自习教室，然后帮他占座。我们是学校是，五块钱一天，上锁的卫生纸的什么都有。那个卫生纸那个挺好，一站能站那么一大溜。你们最多的是站多少个座位？127个座位，100多个座位。你们会不会有些什么其他的，就是精神治疗法？搓冰进行曲。叉冰舞的。对，对，叉冰舞。哦，对，来来一个。搓搓搓搓，你要加什么料？豆豆豆，芋头，温的大姐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别人会以为呀，这帮人是不是热傻了？年轻人嘛，就干脆，就以毒攻毒。哎呦，你不就热吗？热一热就不热。跳热舞，唱这种快歌，热晕了再说。对，看你怎么样，热晕了不就感觉不到热了吗？然后热到最后呢，就开始有才华出现了。哎呦，改歌，把《屋顶》这首歌改了一下，是吧？啊，真的？对呀，你们俩试试。睡不着觉，热浪侵腾寝室，只好到屋顶找一丝夏夜凉意。嘿嘿，睡着没热醒，我还是不确定，怎会有情人两双在对面的屋顶？我悄悄关上门。带着希望相许，原来是我梦里常出现的那个人。那个人不就是我梦里那模糊的人？我们都同样被热情让清风，让清风送来清凉的恋情。哦，有风带走你心中灼热的焦急，有足够勇气看
我给个通过。你给通过吗？通过。我也通过。嗯，好，掌声谢谢他们啊！谢谢谢谢谢谢。接下来我们有请华中师范大学的同学们，有请欢迎。大家好，我叫周欣，来自华中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生物技术专业。生命什么？生命科学学院生物技术专业。主要是研究什么？简单点讲。哎，说通俗一点吧，大家都以为我是搞动物的，其实我是搞昆虫的。我养过两个虫子。俩虫？哎，对，以前大一的时候养过棉铃虫。嘛叫棉铃虫？长在棉花上呢。我们拿过来瞅瞅。拿过来吃了。哎呦，有那么夸张吗？好吧，来吧来吧来吧，我来吧。大家看这个啊，这个是六孔板，里边呢有六条虫子，这个黑不噜嘟的晶莹剔透的呢就是棉铃虫。棉铃虫是一种害虫，专门吃棉花呀番茄什么，可讨厌了。所以说我主要的目的是为了搞死它。第二个吧，是果蝇，它跟苍蝇很像，其实它又不是苍蝇。家里边这个西瓜呀、哈密瓜呀，放时间长了就会有这个。最搞笑的是，别人问我这个东西跟这个东西干嘛用，你可以送给观众。我们第一次有送观众东西的，没人要的。哎呦，他把一个虫放在杯里面了，他把一个虫放在杯里面了。介绍完欣欣之后啊，我们来介绍下一位啊。我叫王英奇，来自华中师范大学日语和国际贸易交叉培养班。听说你在学校还担任职务。他们给我的一个称呼是美女主席，其实不是这样，是副主席而已啦。哦，对，因为我知道那个韩哥当年是学生会主席嘛。所以你的意思是说，美女是有的，但不是主席。没有没有。先承认自己是美女啊。对，是不是啊？现在学校是不是特别热？你们寝室也没有装空调，怎么办呢？我们学校前段时间比较火，就是我们开放这个佑民体育馆，我也曾经是其中的一员，在这边睡过几个晚上，避暑嘛。这是男的跟女的，大家也不隔开什么的。当年这张照片是没有隔开的，后来呢，因为街道的这种对就是比较多，所以说我们在中间隔了一道，很高很高。你关心的问题，你每次对啊，就想有没有隔开什么男女。我们再介绍下一位。大家好，我是来自华中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经济学系的张文康。张文康，俺可是山东妹子的。山东什么地儿的呀？山东哪儿的？泰安，俺是泰山顶上一枝花。都说是泰山顶上一枝红，你是泰山顶上一枝花。他是特别喜欢看我们节目的，他能够模仿前锋和欧弟的经典动作。不可能，真的吗？来，文康，你能模仿我相信，以你的身高，但你能模仿前锋，我不相信。那我先模仿其中一个，大家猜一下是谁吧。好。欢迎大家来到天天向上，我给大家讲一个冷笑话。小明，有没有冷到？太像欧弟了。欧弟，欧弟。模仿这个动作之前吧，我总是觉得我应该先给韩哥看一下，这个能不能达到咱们的上台标准？来，拿点照片给我，给我壮壮胆。我先给您看一下那动作。啊，你看一下。啊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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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来了，准备好了，模仿欧弟三。你先背过去，背过去，然后转过来。对对对。各位观众朋友，先记住我漂亮的时候是什么样。好。我怕上来之后吧，嫁不出去了，多少我也是我们村一村花。万一待会那个比现在还漂亮怎么办呢？对呀对呀。不可能，模仿的是你，模仿的是你。看一下。泰山顶上一枝花，这个厉害啊！来了啊！欧弟可以跟我一起互动吗？我不要。哦。人生气了，人生气了，人生气了！各位亲爱的朋友，他现在模仿的是欧汉生。三二一，走！欧弟都不跟我一起抓狮子。好好的一个姑娘，居然变成这样了。天气真的太热了，这都是你害的，你害人家害得那么惨呐、各位机器抠我一下，我现在还是个，你还是一只滑，你还是一只滑。我说老实的，你模仿我真的比较漂亮。人家还善于模仿小 H。 小什么？小 H。 小 H 跟谢娜。小 H 得洋气一点。小 H 找着身材比较 S。 给你擦啊，我给你干啊，最近好热啊，浑身都很热啊。有那个感觉，有啊有啊。那个谢娜，谢娜，谢娜，哎呦，大
家好，我是马兰山马兰坡马兰村的马小姐，我有一个别名火锅小姐。一排的观众，我跟你说，来点掌声好吗？姑娘。姑娘，你现在面临两个巨大的问题。第一个问题有可能是退学啊，对。第二个问题就是你们回去之后，你们村支书啊，有可能会找你谈话，说你能不能给你100块钱，你去害他们村儿。对，你是村上一枝花，别在我那儿都没有你的家，那里都没有你的家呀。我觉得他解决了一个问题，不用怕当剩女了。在怕啥嘞？因为已经到底了。没有，其实我在我们村儿的形象上天向上之前，不是你手上写了什么东西啊？上。哎，这种秘密让您知道了不好。这是一个咒，就是定。哎呦，定。你是学什么专业的？刚才忘。经济学。经济学就学成这样。就国家宏观经济什么都归我们管。对，所以他写了一个字上嘛。哦，国家宏观经济上。哎，你们学校只来三个？四个，还在四个。小姚，大家好，我叫姚泽宇，来自华中师范大学运动训练专业2010级。好，谢谢你来参加，谢谢。来下一间学校，人家说两句。小五访问一下，你说两句，你太显形了。他的祖父还有父亲，都是军人，而且曾经横跨过长江。其实我游过黄河。哦，真的？对，就是干枯的时候。那还有游吗？哎，但是那种池塘都有20米深。哦，对，对我都在这池塘里面游啊。他在池塘里面住过一段时间嘛，对，一直没上来啊，有时候把头伸出来冒个泡儿。没，是龟，这是龟，是波霸，这是龟啊。对，文涛，你觉得小姚帅吗？肯定帅，他是我们学校男神。他在你们村能排到什么位置？如果他我们村村草啊，村草，他曾经参加过快乐男生，哎呦，就是今年的快乐男生，结果嘞，进了200强。200强不错了，200强真不错。前锋也参加过，对呀，这是全国10万强。没，那我还强个什么去啊？我强啊，10万还叫强？挺强的。泽宇学什么专业的？其实我有两个专业，一个是运动训练，学游泳，然后还有一个是法律专业。那你们应该还挺好的，因为是游泳专业嘛，所以热的时候就直接说我去训练，对，在水里一泡啊，训练不就不热了吗？但学法律的时候就没那么轻松啊，你不能在这个泳池里面看法律啊。可以啊。可以吗？真的可以。来，你示范一次给我看。我有个道具。对，我们寝室买了一个很大的充气的泳池，是吧？哇，原来就是你们寝室买的。哇，网络上那张照片是拍的你们呐？是放在寝室里还是放在走道里？放在走道里边，要提60级桶水，我们寝室6个人。怎么了？你要干嘛？你这个是中国心跳跃吧？这是啊。我好紧张啊，希望观众帮我加油。接下来一位上场的是欧汉生，他的难度系数814，他选择的跳台是半米跳台，他的难度动作是空中转体36000度。哎呦，好，这还没跳起来。零分。哎，你看他们其实挺好玩的啊，这是男生有办法，你就直接躺在外头。你们女生有什么具体的办法吗？我一般去跑去睡办公室，跟同学2个人。哦。哎呦，游得好好耶！哎呦，都看不见人了。这是旱鸭子。哦，对，我看出来了，这水好深呐。对，还有什么其他的方法？独家秘方。哎，小心小心。这在泳池里淹死了，当心点。哇，好烫哦！哇哦，着火了吧？这人是有什么独家秘方？我的秘方吧，就是配好了75%的乙醇，在晚上偷偷的擦在身上，偷偷的解暑。小偷。今天在我们学校是学霸，他们学霸都是用比较高端的方法，我觉得最简单的吧，就是要用美色来跟校长求空调。比如说这是校长，好吧，你怎么来跟他说？这是校长啊，算了，校长长得太好欺负，我来看这个吧。我突然觉得你们校长好可怜。现在您是一个门，我们来看雪姨版吧。校长，校长，开门呐，开门呐！校长，我知道你在家，我知道你在办公室吹空调。校长，校长，开门呐！你有本事吹空调，你有本事开门呐！哎呦，没事跟门玩这么半天。没事，我们的门是钢的。谢谢他们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方法，谢谢。接下来给大家介绍第三所火炉高校——西南大学的同学们，恭喜！特步天天向上。